你看那种超多人，等一下我们来一起接龙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思。那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那么你们是从哪边来的？台南。那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世界滑板日。你们觉得今天有什么想看到这么多人？那么多喜欢玩滑板的人能够聚在一起，真的是让我非常兴奋。我已经等不及要解滑了。Pat. Can you speak Chinese? 一点点。How are you? 真好。很多人，很多玩滑板的，很多新的朋友。I love you, Taiwan. Thanks. 你叫什么名字？叫阿德。那你们都是哪边来的？嘉义。大大姐。嘉义。那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们有什么感觉？对今天兴奋都睡不着。就是高雄来的朋友，他叫世祥，第几次来那个世界滑板日？第二次。会不会很期待？有，非常期待。他们讲一下你是哪边来的？高雄。那你玩多久了？不知道。大快哥，第二关。那强哎，他在玩出来了。他玩U牌。很兴奋。